先把我女儿问一下，赔偿她这个图腾在哪里？71年的狗，她身体开始大多了，身上有没有灵性现在？71年属狗的。哎，对。男的女的？女的。我告诉你啊，开过大刀算开过大刀，但是呢，身上还是有灵性。哦，明白了吗？在这个部位。哦，明白了吗？啊，我讲什么你都知道。对对对，要念多少小房子啊，台长？你叫他念34章行不行啊？行。嗯，好吧。啊，他什么颜色的狗啊？现在图腾在哪里？花狗，你的女儿应该叫她穿得花一点，衣服穿得花一点。我现在都看到你女儿这个样子了，她穿的还是蛮朴素的，没有穿得花的。啊，谢谢，对不对啦？对。那她应该做的什么功课啊？现在你给她念念心经吧。哦，她自己会念的，现在。好吧，他有没有业障啊？嗯，有。你女儿的嘴巴，你叫她稍微是口下留情一点。你的嘴巴，女儿的嘴巴太厉害了。好吧。我看你呢，现在倒不错。你年轻的时候嘴巴也厉害，但是你现在倒改得很好了。对。你女儿现在像你年轻的时候。哎，他一听还开心呢，我说报应啊！是。好啦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来吧。